朋友们，这个1000多块钱的膜到货了啊，今天呢就把它贴上，是1500多的，然后有个优惠券，花了1000，还加了100块钱啊，因为我这个尺寸哈他没有，他说得加100块钱定制，不知道他说的真的假的，反正我这100块钱必须得多花，一共花了，去掉优惠券，一共花了1300不到一点吧，到时候贴完看看效果咋样。车子贴膜哦，贴膜的那放这儿就可以吧？啊，可以啊。嗯，你约好的对吧？约好的，哦、昨天打电话过来的。你把短信发过来，谢谢你。行，估计还得等一会儿吧，他们在改装车呢。这外面一个宝马760，不知道哪一年的，反正年头挺多的，全拆了，漏的都是线子。一会儿我看看热闹去啊。这是一辆宝马760，不知道是哪一年的，看起来有年代感了，这里面全拆了。原来车拆完之后是这个样子的，哎，线路。贴个膜啊，把这个门关上了。我这个车呢，在里边先门关上了，本来想拍个过程的，估计，拍不太好，钥匙扔里边了。我就担心我这个车子玻璃啊有没有给我擦干净，这得认真负责擦干净再贴才行。他这个车子是翻新吗？是哦，隔音的，隔音的啊、哦。这一看时间蛮长的了，张成这样。嗯，打开就行了。打开之后我就觉得这车也没那么复杂。对，就得给装回去了呗。我坐的这个椅子就是那个奔驰拆下来的，我在外面晒太阳了，等着我那个膜了，然后再看着人家小哥哥在这儿弄那隔音的东西，我来偷学手艺。我就担心我这个车子玻璃啊有没有给我擦干净，这得认真负责擦干净再贴才行，要不然这玻璃花了，膜1000多块钱呢。在汽配城那边一坐一上午，中午饭点儿了，我那个膜还没贴好。看这个地方坐的椅子都是汽车的座椅，还真皮的。那马路边等了1个多小时还没弄好，腰都折了。
真干净呀、啊，弄完了。你用什么擦的呀？那么干净，就这个泡沫，就在网上随便都能买得到是吧？对，真干净。这很脏的，这个车。嗯。买了二手车吗？今天学会了用泡沫擦车干净，泡沫加刷子。没有，不是所有的车都能擦的呀。是吧？这个是布的，所以只能擦的。哦。塑料的就不能刷子。那皮的，那我那个车里面是皮的。皮的也不能刷子。是吧？皮的用那个棉。哦，用海绵是那种啊、嗯。那也用这个泡沫没事是吧？对，泡沫不能用。哦。它这个布，所以只能用刷子刷。那网上买的话就搜索这个洗车泡沫，对，哦，它做隔音里面是加一个隔音的板那什么，就这个，哦，这种东西，对，就这个咱现在送过来的时候座椅成拆掉了这个，哦，那你们坐的就是它的，哦，那个就是它椅子，那椅子还挺新的，椅子洗也是翻新过的，哦，薄的皮，哦，我说的嘛，就跟新的差不多，这车有年头了。估计十几年是，我现在新买这个车。是呀，现在可能就发动机还可以，其他的都。很多人都买不起嘛，新买这个。嗯，是。车膜贴了两个小时，在外面随便垫了一点。刚刚发信息说好了，吃完饭再过去提车吧。吃个酸辣粉，素粉。吃个饭的功夫贴好了，这玻璃是简单的擦了一下。钥匙呢？啊，擦错了。这个，是这个是划痕啊。哪个？啊，这个膜上面。膜上面是划痕。那就只能叫那边发过一张啊。这个车膜贴好了，发现挡风玻璃上有个划痕，正在这儿处理呢，售后呢，看看是让那个商家给补发呢，还是怎么弄。好嘞，把这个膜撕掉了啊。省得下次粘得牢牢的不好撕，等着它补发的膜呢，寄过来我再重新贴。哎呀，这一天时间又耗在外面了。